贾大哥，少爷呢？王爷刚刚受伤了，受伤了，苏大人带他走了，全体面上，走。慢点。陪兄，少爷，王爷，苏姐姐，少爷，王爷，苏姐姐，少爷，王爷，少爷。 咱们得分头找，不说，过来，你们两个跟着谢大哥，是，其他人跟我来，裴兄，少爷，王爷，小心，马上就到了，金支书，来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 没事，我真没事。这是你怎么弄的？是当年出城，我救过一个小女孩，是那个小女孩咬的。 记得他吗？拿着，记住，不管有多难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 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明明是你救了我。
我居然还误会你。不管你，你伤得太重了，我现在去给你采些草药，我很快回来。